夫妻两个班就从无到有，我们是可以说从要结婚的时候都没有钱，完全都没有钱呢。那因为我老婆在银行上班，她有点积蓄。我说我们这样要结婚嘛，我说我这里都没有钱，因为我们家的房子也是政府的。然后她就拿了一笔钱要结婚，要买房子。哇，好感动啊！然后我说啊，你这样子我好像是小白脸。你看真的很爱钱。对啊，真的，他真的很爱你。然后他说我不是拿给你，我是借给你，你以后要还给我。然后后来赚的钱，我就把所有的积蓄拿给他。哦，他这个投资做得很好。我好惨的，我以后，我以后好可怜的。我说投资对了，对，我说老婆，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要20000块，为什么要买钱？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我说那个像用得到啊。然后我再拿到两万块的之后，我就觉得哎奇怪，怎么这不是我赚的钱吗？我怎么跟他拿钱？我还有一点那种卑躬屈膝，就拜托老婆你买，然后跟讲句。找的钱要拿回来哦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嫂子好可爱。可爱吗？对，我听起来我好喜欢他。可是金牛座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有点经济自主的能力？就是你让我管一个月的钱。他说你就会乱来。不会，他说你会。你会？对，我会。你真的会？就好多年到现在，我还是没有成功过。我们才认识你三天，我们就觉得你会。围巾就是。我们很贴心的，很暖心，对他真的就是会带给我们伙伴们每一个人各种不一样的温暖。谁开车啊？我，我要开车，他怎么又开车？你待会不要讲哦，你待会不要讲。他都会有，对不对？会开车，对。我就说他，我要开他就要冲出去的、啊，我都没有机会啊。他那么温暖，已经温暖我们大家，对不对？年纪了，我真的是已经不会再强出头了。人家他如果要开就让他开，我也不会。好啦，你有另外一种温柔，我们知道。嗯，你们有另外一种温柔，不要不要讲出来。就是可能我们要再过几天才会发现。过几天？我还要过几天？我会过7天之后你才会发现的。你在干嘛啦？人家在撩我，你在旁边笑什么啦？我没有。他说我有另外一种温柔啊。他们在撩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自己乱解读？我就很容易会错意啊！你看眼神充满了爱，你知道吗？我从那天帮我画脸谱的时候，我那个脑海里面都是那个眼神。他是这样子画的，他是这样子。画的真的很美。哦，误会大，没有没有。哦，我真的完全被撩惨。我其实那时候想要感动会掉眼泪。嫂子，来，赶快停止这话题，不要乱讲话哦。你不能用这个绝招啦，我很怕他。我没有办法制止你，我没有办法制止你，我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啊！突然之间又到瓶颈了。拜托老婆，又买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就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哟！加，快点，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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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赞分享，按赞分享，叮咚叮咚。